啊，现在一定要先修一下人，我要继续玩了。我看你要超多奖励的诶，盖瑞。我、哦、天哪，这荒浪真的是好猛哦！诶，你知道他出英雄的速度真的很快耶，好佩服哦！传说都没有他快。什么盖瑞知道，盖瑞不说啦，也太好笑了吧！我们先玩一场吧。哎、欸，我最近可能会介绍一些英雄哎、欸，所以，哎、欸、呦，他的大绝是闪现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当然，那边又可以再转一次这样子。嗯，就换术师。然后，因为做题的啊，那就先玩专精的，也可以吧。等一下，我要一下。对啊，宝石针头上啊。轰炸熊猫？诶，为什么这地图变像素的？哈哈，我在他旁边，他都不知道。Double kill！我觉得重点就是你们要占领这个宝石争夺。诶，为什么画面变像素的？诶，我现在操纵的古筝专精安妮是对的。靠！哎呦，这个地图都变成像素风哎，真美丽。给丢熊熊去那边，熊熊就是好用啊。